香港復康會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，恆常嘅籌款活動咧都受到嚴重嘅影響嘅。咁因此復康會舉行一個畫出新生命 ，Paint a New Life 慈善義賣暨畫展咧就籌募經費嘅。咁我咧小肥咧就會聯同一眾復康受惠者咧參與呢次嘅畫展嘅，一齊分享你嘅重獲新生嘅故事同埋藝術創作。click 呢個網址咧，快啲嚟欣賞我哋嘅創作啦，同埋咧認購你心愛作品或者捐款咧。Together we paint the new life。